现在时间9:52，将近晚上10点。我们两个白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黑的地方，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我们一台车，两个女生，就只超大风，我们就只为了拍星星，而且其实超可怕的，我都不敢下车，看起来一直下车去拍星星，没有一直哦，我没有一直，他比我多，他至少多2-3倍的时间下车。然后他上面是有一个缩时，好期待那个成果。对，可能现在我们在这边待多久，他才输2秒。对啊，我们追星星应该追了一个多小时，真的，我们至少追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回去还要剪影片，那就期待我们再追个6分钟，10点。我们就离开了。Okay, 好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晚安啦。Lisa， 为什么你都要坐在人家行李箱上面？你发现里面有东西可以吃了吗？舔舔嘴巴的。很饿，他都喜欢窝在凯琴的行李箱上面。嗨，大家早安。那我们昨天就是入住垦丁大街的一间宠物友善民宿。那我觉得这个民宿很不错的地方是，它大厅进来还有一间专门 for 他们家养的猫猫的一个猫窝。那如果说以后大家看到我这种类似相关的场所，你要进来之前，你记得一定要先问过民宿的主人，千万不能够因为他们很可爱，你就擅自骚扰他们。那我觉得住在这间饭店里面真的超幸福的，四处围绕着小猫咪、大猫咪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垦丁的行程，我们就继续往台东的方向出发咯 ，Let's go。接下来垦丁的行程，我们就要去走访全台湾最靠南的景点。自从之前去妈祖走过最靠北的景点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来到最北南嘛，白南最靠南，我们最北跟最南北南的景点都去过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全台湾最南的那一个点点啦 ，Let's go 咯！哎，他们两只好幸福，狗奴才啊，狗奴才真的。我现在来到了。全台湾最靠南的景点，一样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我们在中华民国最靠南的景点，靠南靠南，他脸太臭了，很热。晴子，我们今天有了小晴子跟小乐子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我们的太后。你看他这样子很适合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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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你今晚用膳用的可好？你看，你看，他超好笑，直接跟手跪在这边是怎么一回事？太可爱了，很爽哎、欸，很爽的狗，很适合带出门，好可爱。这只就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垦丁，靠近这里是哪里啊？靠近加乐水那边，靠近加乐水的一间手工披萨店开始用餐了。我超推，我每次来垦丁必吃这一家，一定要吃，这是我第一次。全老布你还喜欢吗？你冬天气死了，因为我妈肠胃不好，可是我很矮。好吃。来这里最好要先预定，因为可能老板娘要预备那个食材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继续串门吃吧。环岛满满的行李，加上我们的狗推车，一切刚刚好，对，完全就是刚好，刚刚好，无法再多一个人的行李，三个人刚好。
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个列车的资讯，可以让你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来，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等待拍照。然后有一个旧铁轨，在这边可以让大家拍照使用，然后就这样子了。那个樱木花道的铁轨啊，哈，这是樱木花道的铁轨啊，哈，跳，这个地方是网美打卡圣地耶。你看到海了，对啊对啊，这完美打卡圣地耶，两条线，三条线。我们现在在台东火车站，那我们这次环岛旅行的成员凯青，他就只跟我们到了台东车站，接下来就换我跟妈妈两个人继续往我们的花莲台东前进哦。花莲依然，好啦，拜拜拜拜，你们要玩得开心点哦。好 ，OK， 你要注意哦，火车上很冷，要注意。好的，玩得很开心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环岛不知道第几天，现在我们就是来到台东，然后要开始沿着我们的滨海慢慢的回到基隆。但其实在滨海这一条路一直有一个点我蛮好奇的，就叫做水往上流。我已经经过好几次了，可是我一直好奇水到底要怎么往上流。那因为之前时间比较不充足，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去看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帮大家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水往上流，怎么个流法呢？我们去看看吧。我刚刚在这个休息站绕了很大一圈，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叫做水往上流啊，到底是怎么个流法嘛。然后我经过了一个地方，经过很多次，我都一直找不到水往上流到底在哪里，结果找到了，它就是一直我一直经过这个小小的很像水沟的地方，我一直经过它，我都不知道它叫水往上流，我以为是像河一样哎，结果就这样，小水沟水往上流，但它到底怎么个流法？我总不觉得它往上流。嗯，很可爱的景点，无语。那我们就往下一站走吧。天啊，第一次来到花东纵谷哎，可能以前有来过没有印象。我真没想到这边它山跟山中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平原，超美的，美到觉得我觉得它真的不输给海线。我决定我要在这边来飞我的空白机了，我们就去吧。有人刚刚跌到田里面去，哎呀，你的脚好脏哦，脏脏的。环岛旅行之到了台东太无聊，加上狗一直在叫，加上妈妈想回家，加上我们都没有排什么行程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决定一路北上，
直奔基隆，因为我们本来计划是九日环岛，就发现真的是太累了，玩得不够彻底，然后整个东海岸花东，我们居然只离花东居然只本来打算待两天还三天，就发现根本时间太少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既然不能好好的深度旅游，我们就回基隆来了。最主要是狗太吵了，对，因为两 Michael 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一路上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，可能是太劳累了，太劳累了吧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回家休息了。那狗吵到受不了，对啊，狗很吵就人的头很痛，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这次的环岛之旅算是快快乐乐的出去，平平安安的归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